二位同志辛苦啊，我是岛上的志愿消防员，我叫毛孩，欢迎来岛上。你好，我是四级消防士李西成。在这岛上不是熬人，是熬心。真正有能耐的怎么会被流放到这穷乡僻壤来？我觉得您可能太低估我们的实力了。喂，一兵。喂，西城。我刚来到这个岛上的时候，这个岛上的站长就请我吃了一顿非常好吃的大餐。这么好啊。我叫您大哥行了吧？现在呢，消防已经改制了，已经没有什么起床号了。我就知道你们不够格。消防改制改的是制度，不改的是精神。你连早起训练都做不到，凭什么做消防铁人？快点，